那这个人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？鹅线贴，不会是董着吧？董着，大米，这哪么是你啊？哎呀，董着，还真是你嘞！你这从哪回来？啊，我这从广东回来。广东啊，太巧了，我也是。你也是啊？嗯。你在广东哪来啊？我在广东东莞啊。你呢？啊，我在深圳啊。你在东莞干什么？啊，我这年来干打套经理。你这年干什么？啊，打套经理啊。我在深圳干房地产。哦。哎呀，房地产啊。房地产好啊，我听说你个老挣钱了。哎呀，还行吧，跟你这个打套经理挣的一样子吧。对对对，你这话说的没毛病。啊，你说你这一年哪么地也得挣个几百万吧？哎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哎，对了，你是搞什么类型的房地产的？我搞的嘛是开发海景房。海景房？对。哎呀，海景房更好啊，挣的更多啊。啊，一样一样。这这这，一块儿、一块儿丢。啊。变化不那么大哈。哎呀，你看看这老农民真是辛苦啊。啊，这一个大棚，那一个大棚，这也一扇大棚。哎呀，太辛苦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又不是这个打套经理吗？你们大酒店是不是承包下来这一年四季的蔬菜啊、水果都有了的不？哎呀，这招为什么回来？就是为了考察这些项目的。啊，我打算把这茬好好的规划规划。给我上一块去了。早就应该这样了，你看这个地，来，刚硬，是个给什么？给房子。对了，没错，到时候这八镇城这个城这个地方哈，一规划，小二层楼层层起来了，多少档次？不愧是干大买卖的你，说的这话就是得多。我和你说啊，我这年来干大套经理，这代的你全部都是身价上亿的人。他们说的话你眼光跟你一样毒了。哎呦，身价小姨怎么给你个消费都得五十万六十万的。哎呀，差不多吧。哎，你看你看看，这都是啥垃圾啊，太影响这城的纯容纯貌了。是啊，我是真看不下这城这么个样。哎，董老板，你不是干房地产的吗？你可得好好给他上上办法。哎呀，是啊，这个地方哈，不行得这么样啊，一分为二，建一个很大的回收站啊，可利用资源，不可得利用资源。这是可利用资源呢，回头把它一处理，哎，拿过来再接着哈，弄成砖啊、水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再继续改房子。不可回收的这一处理，但是肯定不能这么放吧，这个等得细细品细料，是不是？住，是是，住住住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个地方。打扫经理啊，你看看这房子，啊，哎呀，这都多数年了，还屹立不倒。哎呀，看看，你知道这个墙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屹立不倒？为啥？哎，我给你讲讲啊，因为它这个米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这个米啊，我大老远一看我就知道，肯定是世界上非常稀有的那种。大红泡米，啊，这砖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，哈，确实是。哎，董老板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是吗？你看这木头，啊，我觉得这个房子之所以这么些年屹立不倒，绝对也有这木头的功劳。看这木头，这是什么木头？这应该是。我知道了。火花泥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种胡串。看看火花泥，就是这么多年风吹雨晒变了色了哈，但是哈里面绝对还是好的。对，哎呀，多么稀有的材料啊。哎，董老板，你怎么看这个房子现在大约能值多少钱？哎呦，别看这个房子少，但是俗话说得好，越少越稀有啊。
我初步估价呀，70万到80万区间。弟弟弟，陈柳这辈子呢，对不对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我觉得这个房子啊，100万都差不多。哎呀，有见识。哎呀，真好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要花70-80万买俺家的房子？咋了个事儿？是。就就就。不认识我了？老三，董老板要花100万买那家房子。啊，董老板，行，买给你。哈哈，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开始嘛，我给你便宜点。10万也行啊，行行，去看看去看看啊！哎呀，看什么看？装什么装？不打算买就明说。我上当初给这个房子，我才花50000块钱。哎呀，100万！那俩这哪么回来了？赵婶儿，看你说的，你现在不叫董着了，你叫董总、董老板。你家现在这广东啊。干你个房地产老板，一年能挣几千万，专门给你海景房。哎呀，大堂经理啊，以后见人不要老这么夸我，好不好啊？你也很好的，是吧？虚实消费就50-60万，很不错了。广东开发海景房，广东有海吗？他不懂，他不懂。那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干大堂经理啊。在哪儿干啊？东莞。哦，爽，爽，真爽。爽什么？什么爽？哎呀，不干了，去去去，继续再考察考察啊，看看啊。走吧。这俩人真是能吹啊。